我脚很瘦，跟我一样，肚子很大。嗯，原来野兽也有糖尿病。一块终于快吃光了。嗯，我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分享，刚刚不是讲到迪士尼吗？那迪士尼到这个疫情这样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重新开放。我们上一次到迪士尼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歪板，不一定有没有很出名的地方，它的什么东西就很贵。然后跟大家分享是这个美女野兽的野兽，嗯，以精致度来讲很精致的，嗯，尤其是掐这个衣服比你，嗯，然后再加上它的尾巴。啊，哦，我们今天才知道，原来那个美女野兽那个野兽有尾巴，嗯，今天才发现到，嗯，这一个是在迪士尼有没有？它被放很角落，它做的那么精致，你看那个脸，这个小的阿福的猫，弄更厚的材料，正版的迪士尼，啊，出产的美女野兽，啊。妈，不要跟他们一样。还有我们引以为傲的迪士尼的，嗯，这个袋子，上一次就是买那么多，这种地方买了的都，你看到的东西，如果你喜欢要想买的话，你不要想说我等一下去逛一逛再回来买，千万不要，因为迪士尼都很大，哦，当你如果逛到比较晚的时间，想回去想去那个刚刚买的地方的时候，你会走得很累，所以看到的时候就要赶快这个把它啊买下来。来，接下来呢，哎，这一顶也是迪士尼买回来的，哎，刚好的头差不多了，有没有很可爱？嗯，这一个，啊，那这一顶我也忘了，因为都有太太在付钱。反正价格不便宜啊，嗯，但是他还写上海迪士尼，嗯，还有在讲的雷射标签，这个雷射标签里面是那个可以看到城堡，哦，199人民币乘以 4.5， 嗯，快，199乘快1000多块，还是超过。就为了演出的时候，大家应该有看过我戴起来是怎么样。我戴的时候感觉很像七侠五义那种头套的感觉，所以就是熊不是猫。啊，不，我就是锦毛鼠啊，不是，我是那个，哎，的什么什么猫？尖叫哦，鱼喵啊，玉喵，玉猫，嗯，玉猫。对，没有啊。然后白玉堂锦毛鼠对这个展昭不爽。他是猫，我是鼠啊！你这个就是很多故事都会拍这个哦，展昭跟这个白玉堂好像之间是白玉堂不爽，还是眼红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让我们继续说下去。因为呢，白玉堂是五鼠里面最年轻的。好，不好笑，不要玩太多了啊！我港币对259，来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虎哥哎，259，那259的话就，我说这一只总共1036块台币这样子，结果我们以打对折的钱是不是？来，那这个价钱呢是？刚刚有讲是259块，的港币换算呢是台币是1000多少，差不多1000多少，还没有超过1100块。这一种他们迪士尼的为什么说原厂的才比较好？你看他后面做这个设计这样子对不对？这个是头前面，这是后面。你看还给他绑马尾，没有偷工减料的，有没有？还在这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原厂的比较贵的原因。然后你再看那眼睛啊，用电绣的啦，嗯，然后它的整个头的轮廓，这样按着掐掐掐，
啊，要安怎吃出这个感觉？伊的迄、那个，你看伊的面规个嘴才协调，有没有？我是要拿来演牛魔王，因为刚好他有两只脚。小克，你有在看无？我在收你的行李啊。我不会、啊、乔克教我初级班的捕鱼，我脚很瘦，跟我一样，肚子很大。嗯，原来野兽也有糖尿病，好可怜、啊。嗯，卡通嘛，戏剧嘛，总是比较夸张一点。